来天母，义大犀牛队打过两场，两场都全胜。那么兄弟象队呢，今年球季呢，在天母球场的战绩呢，则是两胜三败，打了五场比赛，赢两场，输三场。这个球出棒打成了一个内野的飞球，三垒手和游击手都要来抢这个球，最后是游击手把这个飞球给接杀，王胜伟还撹了一下黄世豪。没错，爱卡撑一子，这个是很清楚，我们连陈宏文都笑了。对，我们经常在讲哦，这里面也有伦理的地方。是，那伦理是吧？内野高危球了哈，游击可以接的，尽量要给游击去接。王胜伟撑了一下黄世豪，跟黄世豪说 ：“What are you doing？” 那黄世豪。刚刚回到退到他的三垒的位置之后，就拍拍手说：“你做得很好，你做得回去了呀。”后来要 doing， 陈文文的表情呢？因为这个其实明明就是王胜伟的球了哈。对啊。